请收看《维新世界》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。前世同修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啊，今天乙未年，啊，一月九日，玉皇上帝圣诞，也是玉皇大帝慈云，我们在庚寅年成立了维新圣教的当下呢。现在又乙未年了，啊，这几年来，仰仗天威王禅老祖慈悲开示，啊，为中华文化道统、易经风水、儒释道百家思想融为一炉，啊，而成就了鬼谷文化维新道藏。总共15615卷，卷卷都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的文化道统，里面含藏的无限的天机。所以今天啊，乙未年的1月9日当下呢，啊，老祖师尊开示我们。未来的还有30年的岁月，要将中华文化道统易经，过去啊30年的岁月是太极的阴，走过5000年的阴的世界呢。啊，充满那么多的战争，啊，5000年来就有3762次大小战争的悲情，所以到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慈悲，啊，导驾慈航，将中华文化道统在天印。还没圆满光明天的时候，所以就又分为一阴一阳两极。啊，阳极的中华文化道统，人类的智慧移到台湾来，即是中华文化道统在台湾。所以在30年来啊，老祖师尊慈悲啊，啊，将中华文化道统易经，先从太极的阴，阴中有阳，从里面去找到阳的一个点，我们的灵性。所以到今天来。好，王禅老祖师尊慈悲，啊，传圣法道法，就有15615卷，
啊，这个心法、硅谷文化、唯心道藏，啊，这是中华三族儿女的潜能智慧。我们尊天法祖，天地无我，金刚妙心呢，现在已经全部集结完成了。所以在今天啊，老祖师尊开示，我们每个人的心就是一个宝殿，所以更名为唯心圣殿。那么今天啊，即日即时啊，由我们64位唯心圣教的法师，走过30年的岁月，啊，这一个唯心圣殿刚才结伴，还没完全，你等一下，我在那没有完全拉下来。有很深的禅意，告诉各位，一定要认真修。你把那只拿过来给我。大家一定要发大愿，啊，才能够把你的心。心庙就是唯心圣殿啊！现在时辰已到，啊，我代表所有唯心贤士同修大众们，在玉皇大帝座前祈求慈允，我奋然带领所有唯心贤士。同学们，大家一起发心，啊，祈愿更名唯心圣殿，未来千秋万世，普利在人天。
以三十三年来，我们的老祖师跟台湾祖师慈悲加持所成就的回古文化，中华文大熔炉维新宝藏庙华，以及所有学士大众的心和恭祝南天三十三天玉皇大帝圣寿。而回顾这去年七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，尊天的华子台湾祖师的慈悲，恭请黄山老祖光降地球台湾，保驾慈航，为天下太平。一化开天，再化霹雳，到现在的当下，还三十三年来，台湾祖师、诸佛菩萨，尤其观世音菩萨的慈悲，时时牵引着我们十方大众、列祖列宗、三界万年众等。尊天华子加持我们所有维新贤士留言的同学们，皆以一心供养，祈求天下太平为本愿。本人仅代表所有当下所有维新贤士，希望大众同心同德，共修中华文化道统，易经风水儒术大百家思想融为一炉，终于在几万年的当下，我们尊天的华子为国修道、为民祈福的本愿一一实现了，而成就回心道藏大集结，由普贤菩萨化身为圆和法师，带领着一百一十一位维新贤士大众们一起集结，由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所有董事，我们六十四位法师、二百一十八位讲师，还有所有一切我们的维新贤士，大家共同一心，阶段性的圆满各种法仪，出钱出力，才有今日维新道藏15615卷卷卷功德，比刚才先开卷来感恩供养当下我们有15615姓氏的列祖列宗、诸祖灵门，一姓一卷，皆得仰仗王禅老祖的天威、天梯，一直回归到自己维新净土，共同成就维新世界，能够成就自信净土。视为本愿，在这里当下此时，我感恩玉皇大天尊你的慈悲，感恩诸天圣神佛菩萨的慈悲，
成一件五千年来第一部天下大事的为古文化为先道藏，五千年才一次。今天我们所有的维新贤士都恭恭盛会，我在这里向各位祝贺，在这里向诸天圣神佛菩萨今年坐上五十三如来，诸圣神佛菩萨感恩。唯愿黄伞老祖在任序言保驾慈航所开示的天下太平，从今天基础打稳一个段落，接下来未来千秋万世，中华三族儿女们能够心手相连，共创世界真和平，也祈愿到天护法保苍生，化解干戈西战争，意愿人间相疼爱，同其世界永和平。我们今天在玉皇大帝金龙座前，我们发这个愿，阴阳日月最长生，可惜天地难分明，今有真顺为无子，一出天下定太平，是我们共同的本愿。今天开卷，我们所有六十四位法师、218位讲师、汉准讲师，所有贤士同学们一心欢喜得很，来身回供养15615卷册，卷卷加持。
大家努力团结合作，用心，已经告一个段落的。啊，维新到账早上开卷嘛，全部开卷圆满了。啊，接下来才有这个资格了，跟好大雄宝殿为维新圣殿。早上也是输了不输了，他们本着用世间法来做事，所以世间法的事情是不圆满，只圆满一小部分而已啊。所以早上我们大家都很辛苦，很用心啊，龙天护法、诸佛菩萨都很慈悲，忽悠我们维新圣教。在庚寅年元月九日，98年，正式立维新圣教在世间之后，上天就叫一旦中国大海带出一个师父，师父修了十恨还不怎么够，所以才一年就。所以庚寅年的7月7日，我们中华三祖神龙元地主、九黎蚩尤地主、轩辕黄地主啊，那在着陆，这个亚洲的战争那一点那一时候差点爆发起来啊，所以有很多天机。未来呢，我会讲，我会一直告诉各位。到现在来庚寅年，到现在几年？6年吧，哈。对。啊。6年。庚寅嘛，1、2、3、4，五，头尾6年吧。好，所以今天。维新圣教立教在世间，而且维新圣殿更名为维新圣殿，更好为维新圣殿。维新圣殿开始就是希望极乐，希望世界有希望三圣，阿弥陀佛、观世菩萨、大势至菩萨啊。到后来21世王禅老祖倒下时常说啊，王禅老祖啊，慈悲和大势至菩萨共同一起也在转这个法轮，所以为维新圣教啊。那么在这里，我们维新圣教那大雄宝殿，大雄宝殿是佛教的三宝，所以我们三宝是荣是大雄宝殿，总本山这里是为更号为维新圣殿。所以早上我们供养华宝已经圆满啊，供养维新道藏也圆满了，现在佛光普照，天人同欢。当下我们在这里大雄宝殿正式让大雄宝殿更号为维新圣殿，现在我们就准备啊，开始要来接班。各位同修哈，各位法师，你们今天
把这个戒慢这一条戒慢的这一条七彩带的哈，啊，你们带回去了，好好保管。啊，未来你们在任何一个时刻，你们有法脉要传承的时候，啊，这一条是一个是啊受记啊一个。代表法脉传承的，所以你们回去不能想讲好啊，要先到啊家后哟诶，家后恁这恁的迄条命恁就断去啊哦，哈，好好保存好，好不好？好。好哦，我们一起要画大愿啊，你们心里自己静静的发愿一分钟，好，开始自己闭目的发愿。